2015年度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将会喺下个月20号隆重举行。歌手们要跻身呢个乐坛颁奖礼，就先要喺2015劲歌金曲优秀选第二回得奖，拎到入场券。一众歌手呢晚齐齐出席优秀选，包括张敬轩、周柏豪、关心妍、钟嘉欣、郑俊宏、许廷铿、吴若希、胡鸿钧、钟舒曼组合 Super Girls 以及 See Your Star 等。凭歌曲夺得奖项的轩仔和 Edison 都觉得呢晚的确是为嚟紧颁奖礼。由内地专程返港的嘉欣就凭剧集《张宝仔》插曲《一颗不变的心》获得奖项。只不过对嘉欣嚟讲，最开心的始终是得到大家一致好评啊！我看到无论是小朋友啊，即系佢哋会唱我的歌啦，之外亦都有年轻人亦都会用嚟做铃声啦。连的士司机都同我讲话：张嘉欣，你唱歌越嚟越好。哎呀，你张宝仔里面嘅一颗不变的心好好听。咁所以呢啲系真系好大嘅鼓励啦。呢啲系用钱买唔到嘅快乐嚟。用钱买唔到噶。